林俊杰爱 TV， 荧光幕前公然示爱。亲吻，你先。这个画面不可以留进去。没有错，如果想要跟我们呢在上面聊聊天都有机会哦，因为妹妹啊他们自己的部落格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专属的哦。嗯，你们自己会上去留言吗？会不会？会。想不想在上面加到喜欢的朋友？想。但是慢慢的请稍微收敛一点嘛。我也没办法劝他们的。对啊。不过今天上课之前呢，想先请问了，最喜欢哪一个单眼皮的男艺人？来，娃娃你讲。最喜欢 Rain 啊。哦，喜欢 Rain 是不是？嗯。嗯。Rain 跳舞超沙的，而且他演唱会超好看，他有一个那个旁边点动作，整个我就一直在那里尖叫半天。好，喜欢 Rain 啊，还有呢？来，丫头。杰伦。他根本就是很熟，好的感觉，叫习惯哎。什么叫习惯？你在什么地方跟他叫习惯？跟朋友聊天什么的，问杰伦怎么样，跟红一样吗？红哎，好像是一挂的感觉。因为我觉得是他算是单眼皮里面的翘楚。翘楚是不是？好，来还有谁？子萱。那我也来个有轮好了。有轮吗？有轮。都有人，对，好像自己是很熟的那样。没有，想说他都直接叫他杰伦呢，想说我也来个有轮，反正都有轮字啊。他轮了，好怂。还有林，喜欢他哪一点？他创作才子，然后又很喜欢那种机械运动，然后我就觉得阿碧不黑，然后单眼皮又会唱歌，然后好帅。可能代表七年级这种感觉、啊嗯、男生蛮酷的啊。还有谁？来，瑶瑶。我觉得是俊杰啊，是俊杰。是俊杰啊。俊杰，你刚才很熟吗？没有啊，是精神熟嘛。就是妹妹现在都喜欢玩装熟的，就是大家装熟一下这样子、啊、你的阿杰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刚出来的时候没那么帅，我觉得他现在变得换有变帅的迹象了，就是 MV 拍得很像。哪一支 MV 让你就是感觉很帅？就这样跳舞的那个，这样跳舞的那个。所以你觉得阿杰很帅？对，而且他其实我觉得他的歌都很难唱，我在 KTV 很少听男生可以唱的好听的，就高难度这样子。哦，没有要求要唱吧？没有啊，丢脸丢够了。对啊，你又到想试一下吗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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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害我。还好吧，这次我来一下，害他妈点头答应的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谢。真的要来一下吗？对。好了，要来一下。加油！他刚就在想歌词，其实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这是练多久了？丢脸，他们收视率降低了，对不对？我也是怕这个。那你还叫保留一点呐、啊，稍微导不来，不要，离这个
这个外省的手机都在，你怎么不要叫他唱？他这样，外省的，他这样，会哭吗？没有。这样就哭了。没有，我看大家不要在一起。不要镜头给我，请大家不要起哄。镜头给他，给他。请大家不要再起哄了，你们大家真的觉得我非常爱哭，可是大家太爱起哄了啦，其实我非常生气。你妹妹为什么哭点到底在哪里？哭点就在于你们一直叫她哭，她就只好哭了一下。她真的很怕，真的很怕。你们一直叫她哭，到时候人家以为她神经病，网路上开始谩骂。刚刚也要哭啊。嗯。阿杰就要出来安慰她一下，让我欢迎林俊杰。练舞都是在看，真的、啊，对啊，什么感觉？都蛮厉害的、啊，艺人能够主持，然后都很可爱，大家讲那种废话。你现在感情状况应该是单身吗？还是了，还是，但是就一直在那种比较渴望的状态，渴望，有点小小渴望、啊。渴望的话，我们这边有二十个妹，要不要旧的戏码来玩一下？旧的戏选一位单身的，如果你要选择的话，做题微笑，微笑。如果今天给你选一位，你会选哪一位？音乐，浪漫的，浪漫的。你傻笑什么？我刚这样看过去的时候，注意到那位妹妹某某吗？对，她头发很可爱，然后特别是她上面的那个名字某某。某某下来，下来，掌声欢迎某某。怎么会挑到他呢？我觉得他，可能是不知道哎，就是看，就是可能他整个感觉很可爱。你觉得呢？你喜欢林俊杰这种型男生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你想不想摸鼻子？啊？我跟你讲，他们那边是没有感情的。这边有音乐，然后让你稍微表白，当演戏了，演戏，演戏、啊、表白。为什么选择他？很欣赏他，然后你也反讲很欣赏他的话，然后磨个七八下慢动作这样子。音乐、感情的，对着他，看他眼睛讲。默默，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哎，你很可爱。我觉得默默这名字对我来讲非常特别，所以会偏爱。我觉得你也很有才华，音乐都做得很好听，舞也跳不错。男生要主动。今天节目让我跟你摸鼻子，这个不用讲。你的笑会比较害羞一点，但是稍息一下，慢慢抓着头这样，对对，不要遮到他的脸，这样子。默默什么感觉？害羞。害羞吗？好、啊，谢谢默默。